那也有称之为这个节奏型为这个万能节奏型。那我个人认为，没有一个节奏型可以称为万能节奏型，只不过是说这个节奏型适应的歌曲比较多，比较常用而已。那这是一个四四拍的，扫弦节奏型，第一拍一个四分音符的下，第二拍是前八后十六，下下上，第三拍是前十六后八，下上下，第四拍和第二拍一样，也是前八后十六，下下上，那么连起来，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，一。二、三、四，大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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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，很简单。那许巍的一些歌曲呢，经常用到这个节奏型。那我们找几首歌，这个试一下。没有什么能够阻挡。想仗剑走天涯，看遗憾世间的繁华。年少的时总有一枝花，如今心还家。我像风一样自由。等等，还有很多歌曲可以适用这个节奏型，大家可以去试一下。